咁我哋咧 Smart Toys 咧最主要嘅卖嘅产品系一啲益智嘅玩具、亲子嘅游戏同埋教学用品。我哋咧嘅经营困难就系我哋咧其实都开咗差唔多接近四年噶啦，但系有好多嘅客户啊，新嘅客户入到嚟都会问啊，你哋系咪新开噶？咁变咗我哋觉得其实我哋嘅宣传方面，我哋系揾唔到一个好嘅一个宣传渠道咯。咁另外咧就系有内地嘅一啲咧大型购物平台啦，咁佢哋咧打住就系价钱平啊，咁其实对我哋呢啲实体店啊。都会是有一定的冲击的。咁我哋咧未来嘅发展就希望可以同学校嘅机构、学校啊、机构啊、赌场、酒店咧去合作嘅。咁学校方面，我哋都好想咧将一啲教具去带到去学校，咁令到咧课堂效率更加增加课堂嘅效率咯。咁而酒店方面咧，我哋就想有啲游客，譬如嚟到我哋澳门啊，好多时都系啱大人玩，系购物啦、赌场啊，都系啱大人。咁小朋友喺酒店入边嘅时候，可以同家长去玩翻一啲嘅亲子游戏。或者有啲益智嘅玩具咁样咯。